不要忧伤，不要烦躁，不要悔恨，不要苦恼。我仍处于这个家，我姓玛丽家，我心中一点都不难过，站在一旁看别人发光。我难过，很难过，我搬不动刀山，也不会让花绽放，我无法再去忍受独自一人等待奇迹的出现，无法治愈创伤，不能随心随意的改变天气，压抑不住又无法表达的心意，奇迹何时才会出现，会出现，永远站在一旁，心中充满幻想，回到那扇门前，想要发光，和你们一样，我多想要改变，多想让你看见，无法再像从前出现。